家好啊，好啊，欢迎收听财经 ABC 啊。录音嘅时候咧系星期四晚啊，2月15号夜晚啊，大概啊10:03到啦。咁麻烦大家分享、留言、赞好同埋咁啊，假第二个啷啷记得记晒全部识咁多段片啊。正所谓有讲你同冇穷人啊。嗱，上集咧我哋就讲到啊，呢、这个老美嗰边咧就啊，好似咧气势就去到好尽啊，同埋咧啊，有啲啊联储局官员又唔知佢讲乜啊，咁成日想话啊，你唔使理我啊，想诶、要做乜噶，净系你要系做到啲乜就得啊，你谂我减息啦，减息啦，减息啦咁样样，但系咧就有唔少名宿啊，就已经讲话喂，你好似顶顶地喎、啊，兼且咧仲有行动配合啊，啊，我哋见到咧旧年啊。啊！呢、这個美股入面升得最強嘅七強咧，啊都有咧兩件啊，就已經開始沽緊貨啊，仲要係億聲啊，幾百億港幣啊，咁樣樣去沽添、啊。係啦，咁啊，佢哋通常都精準嘅喎，仲要嚇。誒、有行動嘅最精準啦，吹又唔同嘅。英國上季經濟收縮0.3，含技術性衰退，即係兩季都負數啦噃。嚇、啊！佢点知道技术性衰退啊？直头实质性衰退啦，即系两季啦，系咪？咁啦，因为第三季系-0.1，第四季系-0.2，咁啊，其实我想讲下呢啲-0.1、-0.2 咧，即系话俾你听咧，佢做极都做唔到啊。系系，佢如果系争少少可以做埋佢正-0.1啦，系啊，做极都做唔到零啊嘛，大佬啊，衰得滞啊嘛。是啦，已经好尽啦，博得。咁欧盟呢，嗱，呢个俾你睇环球嘅情况啦。欧盟就降今年欧罗区经济及通胀预测，咁经济都差，使乜惊通胀啊？学得老美咁经济好先惊通胀嘅啫嘛，系咪？依君吓。第一，老美系咪经济好我唔知道，而欧洲呢就真系经济差。至于佢惊唔惊通胀呢，佢滞胀啊嘛，大佬啊。系啦，佢又估自己呢 1.5 我有咁样啊。1.5 咩啊 ？sorry， 真经济增长，增长系啦，增长咁乐观啊喂，系啦，跟住咧呢、這个啊通胀咧就2.7，咁啊都麻麻地啦，似乎都哇，咁佢都正路啊，估得几啱啊，2.7，不过就觉得佢都少少乐观，即系佢 assume 晒啲嘢唔会点恶化。系啦，咁呢个南韩啲智库嗰啲智库都唔知权威嘅，其实咁啊，佢话咧上年通胀系3.6，今年啊应该到2.5啦，咁啊吓，似乎渐渐迈向二啦，好似耶伦咁，投资者要确信啊，呢个长期通胀都迈向二咁样啦，意思啦。其实我觉得佢哋好似抄功课咁，个个都2.7啊，2.5啊，2.6啊咁样样。系啦。佢哋嘅陣營啊，統一咗個預期啦。咁華南城啊，咁啊呢單呢個有票據違約喎，美金計價嘅，咁啊係賣啲衫褲同埋電子零件啩，應該嗰啲散件嘅去做 procurement 啊，去補呢個零件嘅商城啊。咁可能咧呢個話咁商城嘅模型啊，唔係咁流行啦，好似淘寶得啦，係咪 B to B 唔使走去個走去嗰、那個嚇？都咁样倾噶嘛，系咪？系啊，尤其是咧，佢卖嗰啲都比较 homogeneous 嘅 product 啊，系啦，即系冇乜特别嘢啊，咁样好 commoditize 咗，咁所以咧就变咗咧最大嘅分别咪个价钱咯。系啦，咁啊吓，不过啲咁嘅事件咁啊，好似麻麻地咁啦，因为会咁样执 pass 嘅，应该都系出入口有关嘅啲公司啊，出口厂啦。好啦 ，MSCI 中国咧。咁由於啊嚇啲嘢一路跌啦嚇、啊、市值一路縮啦嚇咁樣，咁於是乎咧就剔出咗66家企業，咁 MSCI 中國仲有幾多家嚇咁樣啊？係啦，不過 MSCI 中國都應該冇人投資㗎啦，冇乜所謂。梗係啦，啲西人都唔投資落去啦，都縮曬皮啦。係啦，咁啊嚇、啊，所以影響都估計冇乜。咁但係咧呢、這個啊～呢、这個啊，即係誒如果第日啊翻嚟啊，更加之係第日啲錢，如果想投資中國咧，更加之係唔會擴散，因為少咗呢個指數股。其實佢啲招好毒嘅，就等曬落指數度咧，有好多朋友咧，即係唔係咁熟嗰地區啦，咁多數都會買指數嘅。
咁你一縮咗六十幾間咧，就真係射唔到落去噶啦。即係等同我哋如果假設我哋今年都年初都講過啦，你話其中一個 trade 最 popular 嘅 trade 係買呢個印度股啊嘛。哇，大佬印度股我數來數去，咪得識咗幾間公司，點買我又唔知。咁嗰啲就買 index 噶啦。咁你一張 index 咧射走咗嘅話咧，其實就真係幾有影響嘅。系啦，咁呢个咧都系继续金融战啦，都可以视为啱唔啱啊？应该嗱，好啦，嗱，其实咧呢个星期咧呢个老美方面咧不停咁出招啊，好鬼死忙啊！你真系嗱，但系咧研究就话啦，美银咧就研究过啦，佢话原来咧喺最近呢个星期咧，啲投资者沽美股买中国股，竟然。嗱，口咧就叫人买美股沽中国股，实质咧就真系沽紧美股就买紧中国股，系好啦，嗱可呢疑个哦。系啦，呢个因为其实真系呢、这个你呢、这个，除非正派武功真系完全呃人啦，唔系咪冇可能买大陆唔买中港股票噶，冇可能啊，根本啲息都派到十厘啦，咁叻仲谂乜嘢啊？黐线。都唔使谂啦，已经系咪啊？好啦，就咁嘅情况啦。咁啊，流出美股嘅百几亿美金买中国股票180亿，创纪录嗱，呢、这个星期有啲特别啊？点解咧？因为之前一月嗰个星期你都话啦吓，俾呢个吓呢个啊，俾、这个啊、人哋夹啫，系咪？我哋见人哋沽空得太过分啦，走去吓、啊，走去有平准基金喺度讲呢啲啊嘛，系咪？咁但系咧呢就系、是、急升啦，系咪？补空仓啦，之前我哋话，但呢个星期就冇乜啲咁嘅嘢都买咧，就真系有啲转向嘅意味啦吓，呢、啊这个中国股，但系咧本台嘅观众都系唔好心急住。必须要等美股爆煲先可以喐手啊！唔系啊，唔需要咁激动啊！我哋吓、啊、好啦，咁股票啊又有钱入啦，开始啦。德国上年咧对中国直接投资啊，即系好难掹走嗰啲啊嘛，系咪先？就创纪录啊，四哇！点三。如果你记得嘅咧，应该22年咧嗰啲咩最大化工厂咧投资内地咧已经系做咗北京噶啦，系咪 A 君系啊吓？系啊，22年嗰笔好劲噶，哇！23年可以再上啊。不过咁，即系其实咧，德国嗰度咧，除咗22年整啲化工厂咧，旧年咧，佢哋睇中咗我哋中央好多电池车嗰啲嘢啊嘛，系啦。咁所以就系咧，咁嘅情年年况。都有嘢揾啊。同埋咧，好似咧啲老美嗰度咧，都成日讲话，喂，你真系中国啲电池车太劲啊嘛。系啦，呢、这个咧就系、是、继续啊！嗱，你见啦，股票钱又嚟啦吓，炒热钱，长线投资同嘅埋钱都呢，会去佢中长国。线投资咗落嚟呢，某程度上就系佢有得分啦，所以呢，佢能够俾到我哋入去呢一个嘅欧洲市场，系啦，吓、就呢系个大咁啦。家要注意啦吓。啱啊，咁咧跟住咯喎，咁而咧啊，咁呢啲你见呢啲唔系话咩评论员啦，系咪呢个新加坡总统啦？咁咧话中国实力仍不断增强同巩固啊，佢话中国经济嘅挑战同优势并存啊，基本盘实力毋庸置疑啊，佢讲啊呢个吓，仲不断增加同巩固，即系话非常之好打啦，话佢。哎呀，咁老实讲，大家都睇到嘅个经济嘅实力，以至其他嘅实力啦，其实系不断上，同埋咧，佢讲得最啱嗰句咧，系巩固。我哋啲嘢系非常实净嘅，就系算系啦，咧个金融上咧曾经虚火过嘅呢个嘅房地产咧，都俾我哋 control 埋，即系其实我哋系主动地 control 自己去紧啲水分啊，去紧啲虚火。即系如果你冇房地产拉动，都有5点几，其实好恐怖啊！我同你讲，即系冇劲错，得冇好错，紧要啊，系，因为房地产拉动系最好容大，易、最快脆，亦都系价啦，佢啦。冇行到房地产都有5点二，系非常之犀利啊，其实。而另外啦，咁未来5年啊，讲紧中国咧就贡献环球经济增长嘅20%啊，约加埋印度啊、东南亚炒埋一碟先1/3，先33，即系中国一个就杀起咗印度同东南亚全部人啦，咁嘅意思对增长嘅贡献咧，咁噶啦喎。好啦，跟住咧 IMF 噶啦，佢明明话呢、这个软着陆啦。跟住佢就话咧，要日本央行推出宽松政策，要佢加息喎。
退出宽松政策加息，喂，咁唱反调啊！日本不嬲嗰个 roll 唔系做紧老美嘅无限量宽提款机嘅咩？做乜做呢啲咁嘅嘢叫佢？嗱，你要留意啦。之前同你铺排啲新闻咧，你见到咧，其实系股票钱啦吓，同埋直接投资嘅钱啦，都系嚟到中央啦，系咪？跟住亦都咧，啲明叔都发现啦，即系我哋讲嘅冇乜说服力啊嘛，你都知啦，系咪？呢个新加坡嘅总统，咁佢都话呢个中国经济非常之稳固，系咪咁讲先？咁啊，如果咧？阿老美嗰边嘅股市有咩风吹草动啊？咁嘅情况咧，咁啲钱咧，啲热钱咧就好合理就嚟中港噶啦，系咪 A 君吓？冇错啊，冇错啊。咁你大市场已经系够低嘅，喂，依家老实讲有咁嘅 growth 而咁低 valuation 嘅，好似真系值得中央啫。系啦，嗱咁啦，嗱，所以咧，你呢单嘢咧就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呢单嘢咧就系咧。因为咧有呢个台湾驱逐呢个金门岛附近嘅两个中国渔民嘅渔民啦，就整死咗2件啦，开枪添，好似哇，咁夠姜開槍，喂，真係喐啄人喎，咁唔掂喎，咩事嗱咁呢个夠咧姜啊？系啦，呢、這个咧就唔系解放军啊嘛，呢、這个啲渔民啫，嗱都咁样，嗱呢单嘢咧就好明显咧，即系台湾就应该冇咁沙坡嘅，我就认为。有人叫佢做咧，应该老板叫佢做啊！呢单嘢，呢单嘢咧，咁合理咧嘅推理咧，应该系老美叫佢做嘅。嗱，点解要咁做咧？就逼中央喐手啦。嗱，点解想中央喐手咧？嚟到中央喐手嘅时候咧，咁地区不稳啦。咁之后美股啊吓，有咩调整？啲人咧避险啊，或者热钱咧，都会避开呢、这个吓。大中华区啦，系咪咁讲先？咁啊，益唔到中央啦，所以喺度布啲咁嘅局，系驱赶呢度啲钱啦。嗱，就想咁，见唔见啊？嗱，做佢开始做啲系咪仲要好过做分嘅事第啦二，A 样君吓，贱嘢添啊！呢样点已经咩？够贱啦。下个礼拜啊，老美嗰啲咧，过气议员咧，或者将会过气议员咧，将会访问湾湾啊。呢两单嘢我直头将佢串联埋一齐啊！咁仲有呢个520啊？一个赖清德啊就职嘅典礼啊，将会肯定讲啲非常之难听嘅说话，你都估到晒噶啦。点解啊？因为今年嘅展望，我哋都讲咗系咁噶啦嘛。你睇翻啊，2024展望呢一个咧，其实接入面讲咗咧，呢个弯弯将会做啲非常之过分嘅事啦。目的就系要中央出手打佢啊。咁梗系明白，梗系唔系弯弯自己谂噶啦，梗系呢个吓老美谂噶啦。即系目的老系咧美整咗搞个乱。角色俾弯弯做碰瓷郎。系啦，咁啊搞乱大中华区嘅投资环境，咁令到就算咧吓老美化发生咩震动，热钱流走都唔益中央啊，成个理念就咁啦。好啦，系我哋琴咁日呢就个咧，讲咗啦，系啦，老美嗰边就好唔掂啦，相信佢啊，又啊有机会啦，啊，连啲明叔都沽坏货啦，咁所以咧，佢最惊就系自己冧嘅时候益咗中央。所以 make sure 自己冧唔会益中央咧，就要喺弯弯度搞风搞雨啦。啊，呢个非常之啱嘅啦。好啦，咁咧呢个估计系点咧？吓，估计咧就系通胀咧就系失控啦嘛，系咪？或者即系比较高啲，系咪？咁好啦，咁点样令到通胀受控啊？你认为吓，仲有咩方法？令到通胀受控嘅，哇，咪就系屈佢冇咁多钱供应咯，即系日本嗰个嘅无限量宽嗰个 roll 要停一停咯。系咁啊，梗系啦。咁我哋讲过好多次，咁股灾咪冇钱咯，买嘢咯，啊，咁咪要减息咯，顺理成章啊，所以一定减息。但系而家咁样啦，经济咁好，咁点减息咧？扑个街系咪咪？得咯。系啦，咁呢个股灾咧，咁合理嘅引发点啊，梗系呢个吓，日央行退出宽松啦。咁但系呢个日央行咧，而家加息即系叫佢去死嘅啫，系咪啊，A 君吓？冇错啊，系啊，所以我谂咗好耐都唔知点解你有咩理由无端端依家喺度搞啲咁嘅嘢啊？系啦，因为佢已经啊 recession 啊嘛，我哋讲到佢啦系咯，，unexpectedly 上一集讲到，系咪先？咁你仲咁你经济咁差，佢先应该印银纸嘛，阴公系咪咁讲先？系咪啊嗱？咁所以系咪日本系咪好困难啊？系咪呢个叫做进退维谷啦？咁咪即系呢个仲唔系即系滞涨？系咪咁讲先？
咁鬼叫你认咗个大佬系老味，佢想你点做你就点做啦。你估你真系为咗你自己国内人民去做嘢噶？系啦，咁你见岸田嗰个成个班底啊，或者系呢个上一惨遭手炒起了。安倍嘅势力系咪个个都俾人曝光咩？受佢几廿万嗰啲啊嘛，咁鸡毛蒜皮嗰啲事系系咯，咪？咁细数都喐佢，真系。喂，老实讲啊，啲啊。即係公開秘密啦！你喺日本嗰度啊，你如果係唔做翻啲投名狀嘅嘢，你邊上到位㗎？但係呢啲投名狀竟然話俾我聽係10多萬咁少，即係換句説話，呢、这、一個咧係 controlled 嘅一個嘅投名狀引爆爆啦，發，係系啊，啦，即係嗱咁話咧，針對式喐佢哋。系啦，咁即系话咧，其实逼紧呢一个日本嘅当局做一啲佢哋好唔想做嘅嘢，咁解啦，你都明个系啦，背景甚即至系乎咁借解啲噶嘢甩嘛，身啊，衰咗唔关我事啊！系啦，咁呢个加息唔知系咪一个啦吓，咁啊引爆呢个金融风暴嘅时候咧，咁老美就可以吓。可以啊，調整嚇、啊，華爾街可以低位流貨，繼而減息啊，咁樣就 QE 埋啦，順便係咪？咁啊搞掂啦，咁啊順利過渡啦，今年嘅劇本應該係咁咯喎。好啦，咁但係咧股災啦嚇，啲、熱錢避險啦，甚至乎呢個減息嘅熱錢再周圍流嘅時候咧，就非常之唔想流到去呢個大中華區啦，當然係咪先？所以最不紧要唔好停咁喺搞佢事。中央度啫，系啦，所以不停咁搞事，你见到呢个情况噶啦，咁呢啲将会持续嘅呢、这个事情，咁你见呢？咁中央点算呢？咁中央呢，就要死忍烂忍啊，死人都要忍啊！你见你咁样，你本来死人就合理应该冲过去揼佢噶啦，系咪咁讲先？哎呀！但系佢谂漏咗一样嘢啦，点呢？我哋中央做嘢咧，系可以呢一刻咧。就唔即刻动手，但系往后嘅配套咧系一连串嚟嘅。嗱，例如咧，阿博洛西傻更更咁样样串台啦，咁啊想啊喐啊，想逼我哋中央出手啦，我哋就唔出手住。但系往后咧就搞到点啊，弯弯冇咗佢自己成日所讲嘅咩台海中线啊，得闲就整啲飞机过去玩下，搞到依家咧弯弯啲军机啊都话金属疲劳，我哋出鸡佢出豉油都点光佢，咁啊变咗咧佢真系咧系低估咗我哋中央点样样对待弯弯嘅耐性同智慧，可能呢一单嘢咧就真系会令到啲人好兴，甚至我睇见都好兴，但系咧我哋中央做嘢咧。一定会表态，表完态之后呢，就系、是、一连串嘅组合拳去喐你，唔系话你做呢样，我即刻反射条件式咁样去做嘢噶，我哋唔系咁噶。系啦，所以合理死忍难忍啦。但系如果呢啲咁嘅嘢好多搭埋咧，咁呢个中央压力亦都增加啦，管治嘅阴功就系咁冇啦。错冇错，总之呢，就我哋中央呢，就可能呢，口。谴责完之后，啲人以为冇料到咧，但系一个唔该啊，会做更加多嘅嘢咧，会削减啊台湾嗰个咧嘅嚣张嘅范围。啊，系啦，一定要平衡翻啦。好啦，咁全球电动车1月嘅销量增长成70%咁多喎，大佬。都话啲电动车劲啦，次次讲真我都不禁要讲呢一样嘢啊。无论系系咧呢啊。一啲嘅新势力也好啊，旧势力都好啦，新势力大家知我讲啦，边三只啦吓，仲要多多只，即系咧为小李子仲多多只啊！依家系咩？零啊零跑啊，哦。系啊，仲有啲传统势力啦，包括咗吉利啦，啊比亚迪就直头 win 咗添啦，系啦，仲有啲估唔到嘅势力，思君，系咩咧？哎呀就系、是、我哋。之前咧讲开嗰个88车啊，嗰个叫做呢个老头乐啊！嗱呢一单嘢就略略补充下，有个美国哥哥仔咧，佢车评人嚟嘅原来，咁佢自己年纪都唔细噶啦吓，咁、咧就揾到咧我哋中央出产嘅一个老头乐车，价值大概两皮嘢人仔到啦，跟住用 K 零嘢美纸。买咗翻嚟，哇，happy 到佢晕啊！即系话嗱，最高速，但系个速度咧，由于系俾我哋咧啲上咗年纪嗰啲人去玩啦，40多 kilo 到差唔多，哇！但系啊，性价比高到啊，你讲你都唔信，佢直头喺自己嗰啲嘅频道嗰度咧，哇，sell 到直头加多翻句话，哇！如果啊呢、这个嘅中央啊，真系整到嚟嘅话，我可以够胆讲，老味嗰啲车厂全部 P 晒 K 啊！跟住咯噃，啊！
跟住比亚迪嗱，呢个咧，阿老美系咁出啲阴招啦，系咪？佢要自己爆又唔益利啦，系咪咁讲先？咁咧，我哋咧都有啲招数噶，就系呢招啦。日经新闻讲啊，比亚迪咧喺墨西哥开厂，呢叫咩招式嚟咧？A 君吓？咦，呢一招有少少似呢个嘅Tesla 嚟到我哋中央开厂咁上下喎。系啦，咁如果你哋有睇我哋之前嘅集数咧，我哋一集咧系叫做基于规则嘅金融秩序啊嘛，系深咪？度好问嗰集。系啦，啱啦，嗱，我哋咧就当时就话咁中央咧吓咁啊出口啊吓赚咗好多啊贸易盈余啊嘛，系咪？咁系咪即系中国人赚晒啲钱咧？其实唔系噶嘛，因为可能喺中国上边嘅外国人厂系咪喺中国生产出口就计咗入中国嘅头上边，你盈利咧都系咧可能去翻老美噶嘛，好大部分。如果你记得嘅话咧，贸易战嗰阵时咧，啲外交部都讲过嘅，其实即系呢一个咧系非常之难睇嘅现实，即系对于国民难交代，佢都讲过噶，比当亚时咧，佢就用呢个嘅芬系咁 Ilong 咧打嘅时嚟候。做呢个嘅例子，就话咧我哋啊，虽然成个 turnover Ilong 一嚿水当啦，咁就系计我哋出口嘅，但系啊，我哋只系占咧点个零银钱啊嗰啲嘅包装费啊咁样，最 core 嗰部分咧就去翻咧呢个老美嗰度嘅，佢个例子系咁嘅。系啦，啱啦，咁同埋咧，我哋中央咧都系咧，都系守尾门嘅，即系咩意思啊？我哋出产啲 iLong 系咪先？嗰啲咁样嘅芯片咧，就可能系呢、这个啲芯片咧，就系合呢、这積个電台积电啦，嘅，系係咪啦。咁讲先？嗰啲咁样嘅生产器材啊，啲模具可能系德国嘅，咁样系咪先？即系话咧，嗰啲原材料啊，可能又系呢、这个美国嘅，或者系或者呢、这个三星嘅咁，我哋只不过组装啫嘛，不过咁多个人赚嘅钱系中央代收咁解啫嘛，啱唔啱啊？冇錯，冇錯，冇錯，再咁你分就派算翻俾话佢哋我啦。系啊，咁我中央收完钱咪找数俾啊三星啊，找数俾台积电啊，找数俾德国嗰啲模具公司咯，系咪？你代收呢个角色嘅惹起咁大仇口，咁不如墨西哥代收好过啦，系咪？哦，所以我哋用翻咧佢嗰招啦，嗱咁啦，你咁啄住我俾纳迪啦，我就喺咧你老美隔篱嗰个咧墨西哥度开厂，仲有又签咗啲咩唔知乜鬼协议噶嘛，老美同啲墨西哥嗰啲咩北系美啊洲系乜啊系啊，鬼北嗰啲美自由贸易嘛，协议啊咁嘛，啊变咗咧就墨西哥嗰啲，你唔系制裁佢啊嘛，咁就系变咯咗系咧咯系。可以就墨西哥度出，然之后咧就亦都顺道带旺埋啦墨西哥本地啲经济啦，咁啊利益咧，咁啊我哋咧。比亚迪咧都攞翻大份啦，系啦，冇错啦，就系咁啦。咁所以咧，中国都有招嘅，就系呢招啦。另外啦，呢个美高梅中国去年咧经调整物业嘅 EBITDA 新哇嘅 EBITDA terms，听得多，EBITDA 咧就比较少听啲，个 ra 系咩嚟噶？系啦，连埋呢个收租啊、交租嘅都 cover 埋，即系主要固定开哦，支都 cover 埋之后，仲有冇几多钱剩咧？就创新高咁样，明解明系啦，解明历解。史新高添，唔错啦，咁样啦，好啦。咁咧，啲人成日都话老美经济好掂啊，啲数字系咪？但系咧，啲 UPS 又裁员啦，系咪？啲细嘅物流公司都裁员啦，收入又下跌啊嘛。咁我哋咧呢、这个内地铁路咧就系、是、咧高铁啊，铁路啊，唔系净系高铁，春运单日新高啊，运咗1,400,000人、啊，大佬系咪？点解啊？啲中国唔系就嚟崩溃噶啦咩？就嚟解体咯，经济就嚟崩溃咯，A 君屌，吓。啲西人系咁讲啫嘛，西人成日话嗱，你房地产唔掂啊，跟住咧内需一定衰啊。喂，我哋旧年内需都唔知几鬼死掂啊，得闲翻去内地度睇下啦，想搵个位都搵唔到啊。仲有啊，夏天玩完呢个嘅淄博，冬天就玩呢个哈尔滨啊，甚至乎春节咧都嚟埋我哋香岛添啊。唉，真系咧，佢哋自己咧衰咗嗰样嘢，就觉得全世界都要跟佢一样衰嗰样嘢嘅。喂，但系咧，我又要重新讲一句，教你只要睇翻中央嗰啲数字就知道 investment 咧就真系咧衰咗嘅，房地产会衰咗，但系我哋啊嗰啲嘅 consumption 啊，嘭嘭声噶。咁其實咧新春咧都有75萬人次訪港，當中內地咦？客超越咗100年嘅啦，已經喂，超过100年就好好啦，因为其实我哋最高峰咧就真系100年嚟嘅，係啦，你各位都暫時都當時都冇事冇干嘅時候啦，咁冇错，樣冇错。係啦，咁啊超越咗啦，已經咁啊。
哦，旺丁啦，旺旺财就自己经营啦吓。总之咧，咁我做晒嘢俾你，客就嚟咗啦。揾到几多客嘅钱咧，就系、是、你本地有几多实力啦。好啦，另外咧，你就唔可以嫌人哋旺唔旺财嘅，点解咧？因为即系呢几年揾钱真系冇100年咁易啊嘛，大佬啊，100年内地啲朋友炒两下楼都系已经翻嚟，咁而家冇啊嘛，佢都仲嚟帮衬，系咪？而家呢个吓斋银可能有5厘息喎，系咪咁讲先吓？更何况咧，2018年佢哋2016年啦，咁啊，即系一代人好有一代人嘅消费习惯啦。咁啊，上一代嘅就好中意就买下包包去炫下富啊，又或者去二手地流翻出去变做现金啊咁样样。但系依家咧，你会发现咧，落嚟又一橛咧，就好网红、好文青嘅，即系我都系啊，见过去一啲嘅几廿蚊啦啊嗰啲嘅铺头，当然系出名嗰啲铺头啦吓，即系。平民化嗰啲铺头啦，哇，有几个网红喺度影紧嘅，一路食嘅一碟饭咁样样咧，食成粒钟嘅。啊系，我哋俾翻啲吓呢啲场景俾人哋用钱啦，咁啊 OK 啦，即系你要适应个市场啫，咁样啦，咁啊。咁咧，另外啦，咁啊，我哋嘅財經事務副局局長啊，就係重拾增長勢頭啦。咁呢個你要留意啦，係要同更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合作啊，大佬係咪？咁啊，點解咁講咧？因為你見呢、這個吓呢、啊這個美斯嗰單嘢咧，即係咧，都某程度上都證明嗰啲西人都唔係幾想同你合作啦，係咪？系即啊，係你見到啦，係嗱，咪？老咁美你。西咧就唔同你合作，欧洲西就越嚟越穷，咁你唔吓，揾咁佢呢个呢两真个系西啦，咁就唯有揾东咯。啊，系啦，唯有系咁嘅情况啦，吓，咁你要留意翻啦，吓，咁另外啦，咁咧调查本港企业经营嘅信心都有改善咗啦，因为衰到好衰噶啦，都已经咁啊，不过死死下啲竞争对手都死埋，系咪？咁啊都 OK 啦，咁啊。好啦，咁啊，阿根廷足球队3月冇得踢杭州咧。跟住咧，嗱你要留意啦，呢家呢个 Petla 咧就表示就表演赛退款，呢、這个咧好多人都从呢个签合约嘅角度讲呢件事，我就唔认同啦。因为点解咧？我都上一集都讲过，你写到跛都要踢紧边个嚟嘅，系咪？即系大家好嚟好去嘅啫，都系咪？娱乐生意就咁做。咁你如果個美斯傷到唔踢，你咪退下籤或者學得下嚇。A 君所講咁啊，C 朗咁喺內地話之後窒一場賽，咁人哋都鋸啲啊嘛，係咪？差咁冇你错。擺明我聽過啊，呢又唔呢、这個特首都唔握手啊，呢啲咁樣嘅事情咁樣啊，呢、这個有啲擺明就玩嘢啦。咁聽講去到美斯去到日本呢、这個場坐唔滿喎，你有冇聽過啊？系啊，仲要会啲飞咧，系我哋一半咋个价一半钱。價錢係啦，系咁你自啊。己諗啦，係咪？咁好啦。咁呢個咁樣嘅情況咧，就係、是、咁你娛樂事業咧，咁你就唔識撈嘅時候咧，呢、这個點講咧？呢、这個唔合邏輯啊！呢件事，因為咩？咁啊好多，因為個問題，我哋啲官員咁我都話一開頭安排啲人冇乜 sense，但係個問題，咁人哋可能都冇諗住泛政治化，即係可能都係表示吓、啊、一片理性咁做，但係都呢、这個決定都唔係幾好啊！始終我都覺得係，即係都冇乜好睇嘅意思，即係你明唔明啊？好啦。即係個個睇頭唔夠啊！即係話我對嗰對嘢都唔識嘅，根本係得識得嗰兩個人，係咪咁講先？即係嗰個質量啊，呢、這個表演嘅個問題係咧，咁你啊嚟到表演嘅時候都係娛樂嘅時候都唔做翻好，咁啊即係我就覺得呢個政治嘅意圖就比較大啲啦，咁嘅意思咯，係咪？背后政治意图咧，其实就我越嚟越相信呢样嘢嘅。系啦，因为咧，即系你中间啦，呢个阿 Tesla 啦吓，咁啊都知自己衰咗，咁又傍翻水，但系咧真系嗰个球队呢个迈阿密咧就好似仲赢紧钱，咁啊变咗咧会唔会系真系佢背后有好多嘢搞咧？咁啊真系好值得深究，好值得深究啦。系啦，咁啊吓，咁啊冇办法啦吓呢样嘢吓，咁呢个咧你就吓多到同呢个吓西人嘅合作就多加留意啦。咁啊，今日讲到呢度啦噃。诶，又系嗰句，深噏下。咁深噏下咧，就系咧呢个咧吓呢个中美嘅博弈咧喺金融上边啦，系立体战嚟嘅。咁由于咧。
呢个渔民嘅事件啊，唔知系咪我谂多咗啦？诶，你咁冇我谂认多，为我系同样睇法噶，甚至呢乎我个咧，串联埋下个礼拜啊，啲西人咧过嚟啊呢个湾湾度有贱嘢要系啦，钉咁呢我个啊！咧。呢個咧就一連串嘅行為咧，令到咧我咧就係聯想到咧，你美股咧明顯嘅調整就好快出現啦，應該係半個月左右啦，最遲你都見到啦。咁我哋年頭啊，年頭嘅預期啊，2、3月出現嘅大調整係一致嘅，就係咁啦。但系咧就诶，老美嗰边咧知自己咧就开始唔掂，就惊住啲钱咧就会入去咧我哋中央嗰度，入嚟香岛。咁但系咧，我冇理由自己衰，你我自己嘅假想敌会掂噶嘛，所以就要做啲嘢，我衰你都唔可以好，就揾弯弯嚟牵制我哋啦。嗱，就咁啦。系啦，咁啊，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呢一样嘢。不过咧，暂时所睇啊，中央咧嘅战术嘅定力咧系非常之高啊。就睇翻上一次啦，对付波洛西咁样样啦，有好多人都话喂，点样击落啊波洛西啊？我哋唔做呢啲嘢，我哋咧喺我哋牌面嗰度馮到佢话，首先唔好咧就俾个正当性佢先，然之后往后做嘅嘢咧，搞到弯弯咧非常之大件事，成个空间咧都直头惊紧。点解啊？我哋嘅飞机喐多咗啦，咁变咗咧弯弯咧直头已经系冇话台海中线啦，冇啦，嗰个位已经系我哋中央嘅战机自由出入嘅地方，系啦。咁所以咧可以讲话咧，我哋口点样样去撑行系会做，至于咧实力上咧未必会即刻做，但系我哋做嗰样嘢咧系冇人能够挡嘅。系啦，咁呢个咧要啊管理好民众嘅嘅情绪先得啦，呢个都系有啲冇难错度冇错，嘅。要做嘢要做嘢啊，内外嘅情绪都要管控啊。咁但系咧，如果管控到呢单咧，其实我哋得着咧就系你老尾跌嘅时候。我啲钱就翻晒嚟，咁啊正就好似咧，我哋之前有讲过，通常咧年头做嗰啲 trade 咧，话今年咧都系继续买美股、买日股、买呢个嘅印度，估继续估呢个中央，嗱呢个系佢嘅剧本，但系通常都唔中嘅，点解咧？今次咧佢可能个对手咧系比佢想象中更有战术定力嘅中央嚟噶。嗱，好啦，连啊中央嘅战术定力啊，点样样 deal with 老美都讲埋啊，所以大家真系要黐住港理台，正所谓有港理台冇冇穷人人，啊。好啦，今日讲得咁差，拜拜。系。